Hello，大家早上好。蚊子，救命救命！最近天气热了嘛，就迷上了喝燕麦拿铁，口感很清爽，热量也比较低。我现在 Rizia 的世界里面，加拿大目前已经算是解封了，然后也大部分商店都已经复工了，打算过两天跟朋友去野餐一下，所以挑一挑合适的裙子。两个月来第一次进店 shopping， 好激动。暖呢暖呢，
Running out of steam every day, be the same. Living like this, testing all my patience. Need a bit of you every time I drink. Like a love, like a love. I don't got the time to go and fuck around. See my eyes got money bags, I don't rest. I might be a Nike fiend, I need my checks. Headed for the love. Hello 大家早上好，前两天终于把近期购物分享给拍完了，然后应该会在这支 vlog 之前发在 YouTube 上。对，今天的腮红我超级喜欢，虽然镜头里面看不出来，用的是这个迪奥的459，就是被艾玛种草的那个奶茶色，给你们做一个上手。我这已经刷得很狠了，但显色度不是特别的高，但上脸真的超级温柔，超级好看，就是这种裸裸橘橘的奶茶色，超美的。你看我这个才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吧，上面这个浮标都已经被我蹭成这样，就说明我对它有多爱。点了一个这样 omakase 的 nigiri 套餐，然后是一个 abiri， 这里本来有一个鳗鱼的已经被我吃掉了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，耶、yeah ！先把这种半熟的炙烤寿司吃掉，这个应该是蓝鳍金枪大腹。那个瓦萨比是现磨的，一点都不辣。然后是和牛，那里从当趟拿回来有点点冷了，在店里吃应该会更好吃。这种炙烤它都已经刷过酱，就不用蘸酱油了。还剩最后一个炙烤，这个是扇贝的，我特别担心，我特别不喜欢吃生的扇贝，不知道这个烤的怎么样，就是比较熟哎，好吃。我这里面还有一个生的 ，Oh my god， 这里面有好几个我是不吃的，海胆我不吃，生的虾我也不吃，生的扇贝我也不吃，咋办？这两个等下拿去锅上煎一煎，这个海胆的。要不要给王子吃？王子吃吗？好吧，这个王子也不吃。哇，他给的这个蛋卷好大一个，喜欢。一，沾一点点酱油。来啊，这个蛋卷应该是我在温哥华吃到过最好吃的蛋卷之一了。然后它就很甜，然后应该是放了他们那种日式的调味汁，很鲜，然后里面还有吃到一点点颗粒感，感觉应该是蟹肉之类的东西，好好吃。在纠结下一个吃什么，这个吸盘可以一个个拿下来吃哎。是甜的，糖渍的那种。这个还蛮有味道的，是应该是拿那种酱汁泡过，然后肉也比较软了。Oh my god， 这个是生的青鱼，这个我也不吃，我只吃熟的。一二三四，里面这四个我都不是生的，这三个应该都是 tuna， 这两个我认不出来，这个应该是大腹，就是刚刚吃那个炙烤的生版。然后他们家是这种棕色的醋饭，还挺好吃的。这个应该也是吞拿，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部位的，上面点的是一点点生姜末。这是一个三文鱼的小手卷，里面加了一点葱姜的蓉，我还是蘸一点。我不喜欢那股生葱的味道，
再吃一个鳗鱼。嗯，鳗鱼好吃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这个有点鱿鱼，我很担心是那种我不爱吃。嗯，好吃耶，这鱼又属于那种比较脆的，嗯，还不错，还没有鱼腥味。那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吧。夏朗拿了一下花，这一个星期的花也到了，开心。两周前的花基本也都枯的差不多了，把它们都拿出来。带了两个给鲜花保鲜的东西，下面稍微做了一下保水。这花好漂亮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。这次给的花杆子都好长。But there's no need to fret it. It's like a gift. It's about the thought. Your name might be too much, and then gonna take a while. Thank you for coming. I know that you're trying. 这个这俩花放哪儿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房子。这也是前两周买的花，店家当时还特地送了我好多这种花苞，说它会开，但是它都没有开，然后也已经都搭了头了。但我觉得这种小盆玫瑰好漂亮，扔掉太可惜了。现在打算把它做成干花。请动毛棒，看，来看下面的小猫。嗯，小子啊，被你抓到了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啊啊，好了，我要把它挂起来了。这个影子好漂亮啊。
这次卤牛肉打算用这种快捷版的卤味酱，嗯，不知道效果怎么样，打算试一下。我看了它的配方表，里面是有酱油、糖、酒精，然后 cheese sauce， 然后嗯，该有的那些五香粉啊或者香料粉，这里面都有。给大家稍微看一下，就该有的配料都有了，还挺方便的。然后这次就打算偷个懒试用一下。我的油泼辣子已经快吃完了，所以打算再做一些新的。这个是我妈从国内给我带过来自己家做的油泼辣子，超级香，无敌好吃。这个油泼辣子最好用菜籽油来泼，但是我在加拿大找不到菜籽油，就只能用花生油代替了。然后我们还需要这些材料来做一下那个油泼辣子的热油。我除了姜葱、洋葱以外，还需要两个八角，两片香叶。现在是凌晨1点钟，我就在等我这锅卤牛腱和牛筋。嗯，牛腱应该是好，但我觉得牛筋我今晚也是等不到了。大晚上闻这个香味真的是太折磨人了。像牛筋比较难熟嘛，你看我已经煮了一个半小时了，都还是硬的。我打算先把牛腱捞出来，不然牛腱就煮散掉了。目前这个卤味酱闻起来还是很香的，不知道明天吃起来怎么样。亮点了。我真的被这个香味香的睡不着觉，这个牛筋基本上也煮透了，就是筷子一戳可以戳进去了。牛腱子原来那么大块，煮出来就这么小一块了。我等下把它放进去，把火关掉，然后让它们这样再泡一个晚上，明天就可以吃了。晚安。最近新在 Sephora 买的一个助眠喷雾，打算今天试一下。泡了一晚上，颜色更黑了。哇，好香啊！把它捞出来切一下。这个横切面好漂亮，给大家看这个漂亮的纹理，我感觉是我做最成功的一次了。之前要么就煮太久了，肉都散掉了。嗯，很入味啊，有一点点辣味，总体还是偏那种甜咸口的。
这肉也太漂亮了吧。No.
嗯。